หวังเส้นเฮาว่า肯定要来的嘛，对不对？给点一下咯，是吗？好。嗨。嗨。Hello。Hello。不要啦，不要睡觉了。不要这样子给我看厕所嘞。什么厕所？不是厕所哎。哇。可以看脸一下吗？不要这样子啦。你令我的粉丝很失望耶。不要啦，看什么？看，不要啦。啊啊！什么？很卡，很卡。OK， 很卡，很卡。不要邀请人是吗？邀请人很卡是吗？邀请人很卡哦。等下又给人讲没穿衣服，哎呀，放心啦。怎么没有人呢？你们有做工吗？没有做工，我差不多就走火了的咯。我跟你们讲，不要开玩笑啊！做工一下，哎，现在有点萌没？没有可能啦，现在很轻。小强不要邀请人 ，OK， 不要邀请人啊，没有邀请人就不谈是吗 ？OK， 我听到了，可是你们要做工吗？没有人的，我差不多走火了的，没有人，不要开玩笑啊，快点做工，快点做工，手机有问题，我手机有问题，你手机应该没有问题了。你爱我啊，我也爱你耶。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刚刚吃饱啊。手机擦一下 ，OK。嗯。OK 吗？听了吗？哇，你别听哦，不，没有朦胧。哇，十倍听，很萌啊，很亲，但你会萌，莫名其妙。那个金毛啊 ，KL 身上有个金毛啊，哎，我干他的，人家都不认识他，对吗？何必要干他呢？对吗？不干人了，哇，好多爱心哦，这么多爱心啊！听完这首歌先啊，才吹水好不好？你不走火，怎样做工啊？要照样做工咯，不用讲的嘛，你们这些老顾客不用讲的。越来越帅啊！谢谢，越来越帅，帅到分手啊！不要这样帅，你弄到我走火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弄你们走火，我哪里敢弄你们走火哦？哇，今天好多爱心哦！你在马来西亚哪里？我飞回去找你，等你约我喝茶。啊，来马来西亚找我啦！等下我私聊你啊，等下我们私聊就可以了啦 ，OK？ 不要在这边讲，等下人家懂你住哪里就不好了啊，对不对？
我们 OK， 安静，不要给人家懂，费事等下他们啊，他们全部啊色狼来了，你懂吗？哎，恭喜发财，红包哪来啊？才300人啊，啊，300人就好了咯，这样多人这么，对吗？这样多人这么，这样。小翔，屌马车路撵来，不要屌他了。我觉得跟他讲话，我都不认识他呢，我为什么要讲他呢？好啊好 ，OK， 美美啊，美东西美，陪你到天亮。哎呀，今天是他生日，这样子我要来一首生日歌先。哎呀，今天有一位美女生日，你懂吗？来，我们唱一起唱生日歌。可是你们，我唱生日歌，你们全部给爱心可以吗？送给那位美女 ，OK？ 刚才我邀请他那位的 ，Stanley 不 Stanley？ 你们全部按爱心啊！我跟你们讲，你要按红脸，等我唱完这首歌才按红脸 ，OK？ 可以吗？啊 ，OK， 叫什么名我就不懂了哦。哎，这样 OK， 全部爱心了啊。OK， 来，我们送给刚刚那位我邀请他那位美女，现在我送一首唱了，因为他生日嘛哦，所以今天我们唱生日歌给他听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哎，要关灯吗？关灯啊！你们这样子，那你可以按红脸给人家的，人家生日嘛，哎呀。啊，爱心 ，OK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啊，关灯关灯，吹蜡烛吹蜡烛，快点许愿许愿许愿。哎，你们帮他点蜡烛一下嘞。哎，快点点蜡烛一下，帮他。啊。差不多的啦，难听，难听不用紧，最重要什么你懂吗？哎呦哎呦，最重要是什么？难听不用紧，难听是小事，最重要有那个心意嘛。哎呀，对不对？难听不用紧，最重要有唱就可以了。一定要关灯的，关灯就看不到了，黑黑。唱印度歌啊？印度啊，我不会唱哦。你可以教我唱吗？我邀请你哦，一起唱啊，要吗？你唱一半，我唱一半就好了，可以吗？讲泰国话 ，OK。阿萨瓦迪卡，阿金烤了羊，金烤了羊，金烤了羊，金没金？阿金哪来啦？金气啊，阿尼，阿金吃排嘞？哎，金吃排，金吃排，金龙嘛，金龙，龙牙牙呀，阿尼，猜没？猜没？龙牙牙。有微信吗？微信啊，微信不可以乱乱给人家的，那你可以乱乱给人家的微信，是吧？微信当然是，啊，可以给没有问题，因为要开始做生意也是要用到了的嘛，对吧？所以啊，等下我给你了啊，浪漫点女人，哦，这么我唱生日歌他走了的，感动到走了是吗？啊，感动到走啊！啊，正常来的啦，感动到走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初心再美丽，风吹花落里有你。因为，哎呦，今天这样多人按红脸，这么鬼哦！啊，记得 info 没有问题啊！哎，你不要听就走啦，你来这边按红脸搞你咩？按红脸搞你呐！丢你老母，按红脸去明楼那边按呐、啊，来这边按搞你咩？喂，你没有东西玩呐、啊？
哎呀，跟你们开玩笑吧，这样认真这么暗红脸就暗红脸咯，热情来的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吓一吓你们罢了啦，你们这样子这样怕这么，哎，吓一吓你们罢了，模仿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微信是什么？微信是微信啦，还有是什么的还要问的咩？哎呀，你不要讲什么鸡巴，有本事要上来嘛，要上来嘛，上来啦，我邀请你。丢，讲三讲四这么鬼哟、哦。拉他，他都不敢，没这么做呢，小动作。啊，明天卖水晶啊，记得来 support 我啊，记得啊。啊，几位富婆来 support 我啊，多多少少啦，一两千块不是问题啦，对你们来讲对不对？嗯，对你们富婆来讲，随便啦、啊，一两千块对吗 ？support 我一下咯，对吗？每天唱歌给你们听，顶楼死了啊，差不多了的啦。祝他一路顺风，我们要祝福别人，不要咒人家，祝福他一路顺风。对呀、啊，啊，人死了也是要安慰一下嘛，祝他一路顺风咯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死呢？口德嘛，那种都是口德咯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每天戴嘛那些假金链，你、对呀、啊，又小小条又不够粗，带来这么哦，对不对？看到都不，哎，太小条了，看不上眼哦。有人说他老家欠了绿松松碧绿风头，有人说他四七五一天没有气会惨漏，有人失去了自我手厨，有人为了梦想为了三餐养家五口，他出来人造气什么的处处公益，要不要上来的？哎呦，拉他都不要上来哦，没关系啦，拉我我要看，拉我要试看。拉你啊，拉你就拉你啦，来来来，拉你就拉你，来啊，记得要接啊。哎呦，你给我看什么？看什么？你给我看什么 ？Hello， 小翔。哎，你是男孩子是吗？哈哈哈。拉你啊！啊，这是我，这是。看红脸的，刚才看脸一下。这是我女朋友的微信，哇 ，Facebook。OK， 没有问题，这样子啊，我邀请第二位先啊，你不要给我看脸。等下，哎、啊，你以前是跟阿宝做工了噻？谁是阿宝？大哥宝啊？谁是大哥宝？小宝是吗？啊，是啊，小宝咯，大宝啊 ，OK， 没事啊。谁要看？快点看样子嘞，人家很失望嘞。啊，没有，拜拜。OK 了。嗯，拜拜。啊，这样子还差不多，有礼貌的，虽然人家没有给你看脸，可是他有礼貌啊，对不对？好过那些不敢上来的，对不对？哎呀。很 steady 啊！哇，他女朋友都 Facebook 拉我，拉你就拉你啦。嗯，哇，今天很多人要拉我。Hello。Hello。看脸一下，看脸一下，不要让我失望，看脸一下。不要这样。哇，你真的是让人家。Hello, baby. Hello, 看一下哥哥。Hello. 阿古家，董家。Hello, 看一下哥哥。Hello. Hello. 给了，拜拜，邀请别人。哎呀，来，到下一位 next。我叫你拉我，你是不是不拉你就拉你啦？哎呀，来，要接啊！你要接，要接。哎，兄弟，吃饭了、啊，兄弟。嗯，喝酒哦。喝酒吗，兄弟？喝啊，来呀、啊！
来喝，来喝，哎，来喝哦。没有穿衣服的。哎。我去，我兄弟。啊？自己喝可以吗？我不可以喝，在这里帮我喝吗？哎呀，你在那里？啊？他家里没有穿衣服。我在家做穿衣服，我抓屁。在那里做，在那里做啊？在那里做，在哪里做？啊？那你在哪里做啊？在我家抓啦。那里？你家那里？洁碧，洁碧，洁碧那里？你要下来吗？在那里？我戴成。大学城啊？嗯。洁碧，洁碧。大学城那里？大学城哪里呀、啊？这个问题有点深奥哎、欸，翔哥。不掉啦。很深奥咩？大学城哪里呀、啊？这个问题有点深奥哎、欸，翔哥。哎呀，我邀请下一位先啊，发的。不要嘞，继续聊呗。那你有骂人没有骂人啊？哎呀，那些很多，哇，今天这样多人的，哇，兴奋哦，哇，很兴奋今天很兴奋，快点给我红脸呢，给我多一点红脸，快点，我要看红脸，啊，多一点红脸，红脸多一点，哇，今天很热情啊，拉我，拉你啊，哎呀，林永南，哎呀，我的巴德来了啊。